好，速刷哦，秦王，带蓝丝哦，蓝丝这关用不到啦。哎、欸，真的要速刷啦，真的。手消六 C。1 2 3 4 5 6，我没有开美机啊，35抽缺摇铃，摇铃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摇铃还好、欸。梅菲引用斯卡，或者是开秦皇也可以啊。增速28天送的是看到的那只还是随机？当然是随机的啊，随机一只稀有神啊。好，下一关是手消木追击灵化，直接开飞影。暗珠连在一起，强化光暗盾这边秦皇刚好跳起来，直接开秦皇。刚特哥有赖我啦，他说他那个有一点症状啊，叫我小心一点啊。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啊。然后再来这边开密儿哈，因为照理来说你秦皇跳的话，密儿这边也是一定要跳的哈，直接开密儿，然后空转五回合，然后这边呢一定要认真转哦，不要太轻松。刚刚就是转得太轻松，结果发现打不死。哎，哦，不能手消光啊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各位，这边不能手消光。哦，不能手消光啊！不过就算你手消光了，你也打不到他，因为你打出去就是零。你打出去如果是零的话呢，密儿的效果就还是会一直在，哦，所以也不用担心。刚刚没看到手消不能手消光这个技能啊，这样子其实后面就轻松打了。啊，如果说你不是带密儿的话，记得不要手消光，不然就 GG 了。好，这样子就是最快的打法哦，最快的打法，秦王哦，秦王最简单啊。诸葛亮可以任意替换，飞影可以换斯卡啊，或者是换其他的暗属性也可以，反正你有两只秦王可以开。这关卡就只需要开到两次秦王的技能哦，一次把木用掉，一次呢强化光暗，然后再来就是靠密儿，其他随便带。